这个国产的鞋模图，这个是继上次的视频，这个是音质有做提升的，还有那个功能做完整了。先听一下台词，按两下，快击两下，它就是台词模式了。然后总共是25句台词。现在听着就不会像上次那个视频那样子比较糊，会糊。现在就听得很清楚。太多了，听一下那个变声，按这个。带，这个是待机，然后就变声。有三个变声音效啊。第二个。听一下 BGM 的话就是长按，长按总共是3首 BGM， 然后可以同步的哈，你看，快接两下，就是台词了，一样是可以同步的。然后关掉还是一样长按就可以。现在就关掉了，然后再按就是第二首，都是可以同步的。听一下第三首。这个是第三首，第三首前奏比较小声。再按就关掉。这里它会有一点点杂音，它是本身就这样子，腕带也会的。到这里就会有一点点听着有点像杂一样，其实它是本身这样子，本身音质就音源它就是这样子的。出货时间的话，下个月底不知道能不能出，还不确定。